每个男人都期待一场浪漫的婚礼，期待着身披铠甲去迎娶自己的公主。那应该是此生最闪耀的一刻了。举行婚礼是全世界最美好、最浪漫的事，尤其是和自己喜欢的人。 都盯好了，洗手间的窗户一定要关得严严实实的，所有的出口也要看守好，窗户下面一定要放好软垫。小圆不见了，思雅呢？思雅在不在？思雅也不见了。<笑> 人呢？昨天小圆还跟我在一块儿，我们还一起选衣服来着。今天醒来他就不见了。没事没事，不关你的事。小圆之前也逃过婚啊，谁说月月逃婚了？她是不会逃婚的。那可说不准。这俩人不会真的组团跑了吧？这怎么办？你看吧，女人就是这样，关键时刻爱矫情，是不是兄弟？很靠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能不能不开玩笑？找人吧。哎，哥，别找了，婚礼照常进行。